这样说吧，有没有人当想当怨妇的？有没有？是小火舞，有吗？行吧，挺潮的虽然。啊？是香吗？应该不是潮那个味道。你别怕，没事的啊。想点一首《老人与海》，没问题。谢谢文斌，我看我有没有会员啊？这个应该有。姐，你跟远一点比较漂亮。这样，嗯，我这样不漂亮吗？漂亮啊，这样更漂亮。嗯，那我得把字调成最大。我老花镜拿过来给我。啊，不用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刘文斌，咱就是一整个怀旧状态是吧？你别说，我非主流的时候我也喜欢听这个。他说我现在处在哪里？哪里？他随便讲，不要管他。你才下垂呢，你全家都下垂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这个华子不用你给了，你安定着吧，啊、哦。这歌后面还给他放词儿，还挺好。那你放这个歌曲，我很想动起来。好难过啊！为什么？我抖，你不能成为抖友。还不能吗？不能。就因为我讲错了那一句话。真的。没事，我回头把那个账号解绑一下。但我在想，我挂一个谁呢？要注销哎、欸！不用注销，不用注销，换就行了。我把我的那个换掉就可以了，不然注销那账号没了。这就很可怕了。那太可怕了。那我会哭一辈子吧？一辈子倒不至于，咱还能做。两辈子吧。你不信任我。你不信任我的家人们。诶，他自动怎么被我点到了？顶下来是吧？对，顶下来的话就得注销了。那我们能不能两个人拉一个群？
我们可以拉一个群，然后让那个人自己退出去。应该就可以了。那个扎马尾的视频放不出来了，因为他说我低俗，我不知道低俗在哪里。然后他说我扎马尾低俗，我看起来连头都不适合露出来，扎两个呢，那低俗的厉害。然后我之前跟王嘉尔的那个合照的那张图，他说我偷人家照片，版权不对。他说你是 AI 吧？对，他说 AI。我解释不了，我没有办法解释，我没有办法澄清。这下的完毕。睡觉去了吧，走了，这么早。我怪厉害的，我让他加尔的团队去起诉他们。我跟他很熟吗？啊，对，是，这不是最近就是一直分开嘛，没怎么联系，哎，这点小事就算了吧，不难为他了。最近低调啊，最近低调了，对啊。并不能总是什么事情都要麻烦他吧，是吧？女孩子嘛，要懂事一点。自己能搞定的事情就不要。作为一个懂事的女人，厉害的男人的背后都要有个懂事的女人。你们就是我后面懂事的男人们。恋爱脑，我才不恋爱脑呢，我才不恋爱脑呢，我是，哦，那也有一点，我恋爱的时候也挺恋爱脑的。所以我就开了医院呢，专治你们恋爱呢。没有。直播间有多少恋爱脑？扣一下一，我看看，专治没脑。我们现在是心理课。这么多恋爱脑呢？我看这些扣一的都没有加灯牌的。